即将由台湾省社会处合作事业管理处举办的手工业合作社产品展览，一共分为四部分：贸易部、雕刻部、服饰店和军店手工艺品，包括了草帽、草席、草垫、各种雕刻以及机器的仪器、编织、刺绣等手工艺品。去年本省的手工业的产销总值达到了2.9亿元，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展览从今天起在中山堂展出，到7月8号为止。